飞房啊，一些。然后好像挺热的。可以的。来，走前方，走前方。前方。这场是就是那时候他去彩排的时候我都刚好陪着，然后连哈卢都带着的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一直延后嘛，对，那后来他就跟我要了一些照片，我也就看到就赶快给他，因为我其实也不敢多翻自己的手机，因为我其实边给他的时候还是边在哭的这样。那当然希望今天还是大家可以把就是班哥的演唱会多宣传，今天重点不是我啦，对，因为你有说看到他的影片就会有点那个，对，今天好像会听到他，对，像我昨天为了预备10月10号的那个见证会，我有点不知道从何讲起，就翻了一下自己手机，结果又就是爆哭到没有办法，照片，对，又不行，这样。好像这次有提供一些声音的音档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这部分我不知道，应该他不是透过我。那待会会觉得，还是很心疼嘛，因为待会还有合唱的部分。对，其实我，听说班哥是保密到家啦，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他会怎么呈现，好像也是想要。这是一个惊喜吧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现在很好，然后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想念他，然后听他的歌，我觉得是好事，只是我个人的部分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承受，对，是我自己的问题啦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但我当然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听到他的歌，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好，谢谢，很开心啊。艺人是本来是预计整个10月，然后最后觉得工作等等，还有再加上隔离，再加上狗狗的关系，是抓个在那里10天，因为那个是回去看爸妈了，然后回来隔离嘛，看前前后后会不会有可能错开5号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收到了，球球。我知道你已经回家了，在那边一切都好吗？那头的你应该现在也正在看我们的演唱会吧？是啊，当初你答应我的，我其实一直就很想跟你一起在台上合唱，因为你不只是超我的冠军，在我心里你也永远都是第一名，一个多才多艺温暖善良又贴心的大男孩。其实我到了这个年纪才第一次办演唱会，这个也不轻松，这几个月除了每天练身体跑步练气练身材，我真的心里面一直记挂着。其实当初我邀请你来参加我的串场嘉宾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一直忐忑不安，我想说你的通告那么多，生意那么忙，还有教会的服侍工作，我想你可能没有时间来参与吧。但是没想到我跟你说了之后，你二话不说一口就答应，
后来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我还跟你说，我好羡慕你们四个人组的一同进城。我们还开玩笑，我说，哎，如果我也加进来的话，那会是该怎么说呢？你说，如果你的班加进来，就变成了一同班进城。后来云晶说，那如果加个翔呢，那就变成想一同班进城，哎，也好。我后来说，那如果我三个字都加进来呢，那不就变成了想搬一桶铁进去。后来我们三个人哈哈大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搬一桶铁进去。没想到今天这个梦想到现在才能实现。现在让我跟你合唱一首你的创作曲好吗？先跟班哥说一下，辛苦辛苦，知道没有那么简单，整个花下来，花费下来，加疫情的这个改来改去，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了。